中。那撞一下。没有，我不能上，我上车，我怕你们会死，我也会死啊。所以我想我上啊。有人上错车了。看到了。金火列车。哎，等一下。有。哦，有个头啊。啊，刚刚啊，那不是假墙吗？这班车翻了。哇，你飞出来吧。轰！哇，好啦，来啦，可以走，可以直接打架。哎，都黄了，哎，任选呐。哎，没有，那道墙是假的。那不要相信刚刚的。你刚刚已经相信他一次了，你又相信他第二次。紧要关头，对呀，又是你。对，对不起，又是我的错。我来了。有，我感受到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撞到手啦？哦，哎呦，这边力值有点夸张耶。是，啊，现在金火还可以再一次。靠，两边的火都在那边乱喷。金火，去干嘛？有，感受到了。你这是给我走，哦？有，也可以走了。不是你，我以为是金火走。不给捡呢，欸，跟到这边来。那我要点水球弹。那我应该可以准备睡他。哎，金火，哎，你好。啊，金火来了，我想说金火不在，要睡他。拿水球弹灭火。哎，金火跑了。我可以打你蛋。睡了。好。哎呦，你拍。干不是啊，冷饮效果结束，难怪会烫。还可以再中。哎呦，红把它晕了。慢慢融化一下。来了。嗯。哦。啊。满血烧死。
好，星辰龙杆准备好了，不用怕。喂。有我看到那个人走了。我准备好了哎、欸。你不知道我都下来，你怎么还没下来啊？啊，我在填充子弹呢。哦。再麻看看。林太红安安。哦。真的是很骚哎、欸。他刚刚到底怎么死的？血还很多哎、欸！啊，打招！啊，我知道我怎么死的了！天哪！啊，我也死了！三个猫车。对吼，这只是力战的吼。烧失败。那好，来到，来，好了。可以帮我补个体力吗？那个耐力。好。Okay. 这里啊。Nice， 加油！我开始撞了。撞！其实我忘记这只是力战。哎快快挂了。挂欸，尾巴没断，不然断了。他连点都没破就是了。掉喽。爆桶旁边放一堆尖锐石。爆掉之后就切开它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这样啊？当然假的啊！还没睡啊？啊对呢，对，还好没上去，还好、啊、睡了，还好不是江江。哎、欸，金火来了！没有，他叫一下，他叫哎、欸、开火！快！直接撞！不要关爆头了！直接撞！撞金货，碎的。好了，可打。啊，破跑了。对不起。金火再撞一个。没石头。我留有，可是他飞上去了。可以啊。我撒粉，我撒得到，我相信我撒得到粉。有下来，哎、欸，可是他没有下去。哦，没有滚出去。我尽力了。然后那个还可以再一次，我把伞下来嘛。Nice 啊！现在是有石头，只剩 Nice 了，不知道。可以。Nice 你的吗？还有。啊！我直接被烧到死掉。这边太大火了吧？很火啊！火！哎、欸，没撞到他。好。啊，怎么从这边开始？
撞了都没撞到，就直接被炎飞烧死。混战中炎飞吐了一个大，我真的挡不住，差点扛不住是吧？哎，断尾了，断尾了！啊，金火又上去了。两个都开红，怕。哎、欸、shit！ 哎、欸，你自己补一下，我在补爱喝鬼的药。来，我来，我杀，我杀。我都补了，谢谢。哇哇哇！两个，这都还没死啊！帮我吃个体力，谢谢。耐力啊！你先打，先打。我要先用力的逃命。哎，快！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哎、欸，金火大、啊，可以撞，可以撞，岩壁可以撞。好，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！去啊！哎、欸，哎呦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去！哎呦，撞到，撞到，撞到，很好。一趴。是是是是，你有今天啊！金火给我出来。先回报啊，先回任务。不用，直接打吗？现在不是不是不是用，我说我先捡那个地板的东西。哦。我接回去。你先回去，对、啊，还是还一下吧。对，我还的。我回来再玩就好。他开大啦！白啦！哎呦，快！趁现在，他听不到声音，他听不到声音，我相信他听不到声音。哎呦，陷阱还是放陷阱去搞他，烦死！好，我放陷阱，我放陷阱。你们先挖，你们先挖。好，又加新的自由了，190，即将离去。哦，监视灭器，我要回去挖了。你赶快回来挖。可是他还在吗？他在啊。好，反正我就调查报告，不怕死的，尽管装死我，无所畏惧。哎、欸，他可以了。哇，没下去。哎、欸，看到。有了，买那了。你先播，你先播，我们搞他一下。啊！我的天！不太对哦。对啦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對差一点差一点。其他去撞墙。我没有石头。啊，我有。我挖完了，可以走了。啊，我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啊。来，回归球再丢一个。反正他也快走了。对啊。我的饭不能吃了。还要打什么吗？顶多摘一只，我就要休息了。嗯，要几点啊？四点哦。冰咒小金哎、欸，我好像有小金冰咒哎、欸，完全不行动。我好像也有小金哎、欸。对啊，有啦，有小金。我看一下我的。啊，没差，打你妈鱼啊！哎呦，我没有小金。打喽。
猫的天气预报，猫的探索好天气，好，好。我也有猫的探索好天气。哎呦，我们的天气，两倍的好天气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吃饭了。还打不中，嗯，哎呀，怎么跑了？可以打是什么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被撞跑去打？对，我们开大、啊，我们是走过来就开大、啊。我去，他不是快走了没啊？哎，冰咒怎么直接攻击心动高、啊？应该是被金火弄的吧？没有，我觉得巨魔的怪都会直接攻击啊。然后我这么远就被开红了，天哪、啊！实在是怕。哎呦，冰属性打火属性哦，有力哦。来了。以神奇宝贝来讲，冰是怕火的哦。哦，没有吧？的确，他倒地了。冰怕火啊。哦。错了吗？啊！不！这金鱼要回家了吗？你们要撞啊？我们这个情况下撞，很容易就去死了。可以先利用完金火龙啊！对啊，啊，金火伤害蛮高的。不是啊，撞他。哦，还跑上去的，跑掉了，那就。不用跑了。对，跑掉了，直接撞了。有。好险！暴狼下头，可以再撞一次。我转身撞。你要看我们核桃啊！对啊，我在。你伸出给我啊！有，哎、欸，他怎么飞？突然飞起来了！不然以后这样好了，我撞墙之后，你去帮我伸个石头出来，帮你软个头。好。红眼的。哇，打他身体都有60，1860。啊，结果好半天，我自己跑去捡石头。好来了，我已经来了，
我在你后面，也会被你前面堵到。你是很厉害。狂言。你是不是很执着这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他敲不动。靠呀！就要打你们了。还掉什么？翼龙石。迷宫，走迷宫，走迷宫。那是一个不爽，直接打破。他自己破的。哦，他自己破的，我以为你脚破了。我还是尝试躺在上面，然后他就破了。然后跑在前面，听到后面有爆炸声。哎、欸，靠墙！靠墙的。下面 ，nice 啊！哦，这些行军蚁都不会被冰哎、欸，我的天！对啊，我还在等那个哎、欸，冰冻生物之类的哎、欸。有，就他哦。算了，你打你打，我下面有，下面有，下面有，你打你打你打，我下面有。好。水妖鸟。好快哦，感觉打这只送水哦。笑死我了、啊！我在剪刀是有左右，你扭过他的刀，扭了三刀哎、欸！对啊，零四二四好。啊！是喷也太痛了吧？很痛啊！全杀都痛。没想到下一口喷我。我看到有人拿石头丢我啊！宿水啊！我丢你啊！我在丢他、啊。我怎么看到一颗石头砸在我脸上？我全力是下来哟。4:24。他下来了。反雷进来了！啊，他直接飞了。嗯，帮你防大。跳楼了。地战的关键。
大鱼，坏鱼。啊？啊？你竟然敢说这出这种禁语？谎言。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太中。这个我不会。中洞。我踢铁后。啊，对不起。没事啊。撞。好险。有啦。好险，你把我记下来，不然就射出去了。有石头，有了。好，锻炼了。可以帮我软一巴吗？好，谢谢你。还在躲了吧？听到人家叫他本名有没有？回头看了一下。啊，我死！你要死了！我说我死。哎，我怎么是你？出奇一招，想不到吧？超级瞬移耶！哦，你撑住！我再大一巴！不！大一巴动，大一巴动！不，你怎么没死？可以吗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那么过分？我们的激情会因为大毅力没发动，发动而被破碎的吗？不会呀、啊。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有点语无伦次了。看我大毅力没发动，我大毅力没发动，没事没事，我活得很好。没有一颗风茄解决不了的，除非我被秒。你坏坏。喷你一点！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我自己走过去撞他也算是不是？我看到了。他已经戳下去了，我想说我要劈他，我就被弹开。嗯，对。瞧你脸，下来！啊！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你这一场是不是有点不顺啊？你水逆哦、喔。我再帮你吃了不？我是真的感到难过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是真的很难过，你听得出我的口音吧？他不讲话了、欸，你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讲什么都没有用了？我有点无奈。我真的很努力在补了，只是你往前戳的那一段让我觉得有点想笑而已。冰冻的生物，有冰冻生物啦，来摸一下啦。我真在后悔为什么要吃大鱼、啊。那个大鱼刚有猫的吸引仇恨、啊。我也有啊，哎、欸，我每次只要有那个大毅力或是猫的猫那个保险金都有大那个、欸、仇恨呢、欸。嗯，他睡了。他睡了。对啊，他睡死了。你不觉得每次都有人死之后就会回去睡觉吗？没怕，没不用怕、啊，还有20%，不然让他睡饱一点啊，如何？厉害了，让他睡饱一点啊。他大概是每秒一点一，每秒补15滴，很会睡。那个。好吧，最多的是大熊豺龙，好可怜哦。什么东西？大熊豺龙？那个、啊、那个，古代龙人说，魔物猎人最多人逃跑的就是大熊。哦，对啊，不就是因为他才有那个吗？穷贼是什么的？穷劫内猎人。来啊，你中吧。我好。哇，漂亮！哦，捡石头。来来来，打一巴、欸，你们打一巴呢？没有，我在放那个，给他。有个不是斩击系的在那边打一巴、啊。我没有啊。我不是说你啊。是我啊。我知道你不是说我啊。
我要替他讲点话嘛！你看，哎，你这场是这个水逆啊？对。等一下哦，水逆的是另外一个人。我等一下帮你吃。好。我这场前面打得很顺哎，后面整个爆开。对啊，你是正常吃甘蔗哎、欸。你是甘尽苦来人生。我操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帮！帮什么？你是不是要这个？啊，我没说帮啊。嗯，我怎么听到帮一声？好，我到了。你可以维持这样子吗？这样子我们打得到哎、欸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在这边上。我们可以在二楼打、啊。抱歉。不用抱歉。哦，断了。哇哇哇哇哇，好屌、喔！这个有点弱。那个有撞墙判定。看一下哦、喔。三二。他没有撞墙啊，他是断尾的瞬间，奈斯也把他打爆另外一边。哦。跳嘛！他被敲崩了，是不是？冰冻生物，碎啦！十二、四二、四四、三二，好，记下这个时间。药物在哪里？哦，嗯。哇，好多冰冻生物！金火，金火，金火，银火，金火，金火。冰冻生物，一家人全部被冰了。你是不是要睡了？不多了、啊，十一点半了。嗯。你们有猫之翼补位，不要怕。好。可是我刚看他离开集会所、欸，哎。他离开是不是？对。我刚断线了。哦。小没有更新。没有更新。在打啥？还有什么没打过的啊？荒地还有什么没？阎王龙。阎王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刚刚没爬过呢，还是打雷狼龙？可。好啊，我去说一下那个。反正有现成的雷狼、嗯，他跑出来了，出来啦，那我就也去缩小，对啊，去摸一下他，晚安，晚安，战台，战逃，战逃，战逃，干，明天见。他上去了，去丛林二楼。丛林开始的生活，跟雷二龙在 happy。
什么？金火龙又出了？见鬼！见鬼啦！四人都特别喜欢出他们。雷狼，嗯，哎呦呦呦，雷二龙掉下来了，他是用摔的掉下来的。我对不起，拍谁拍谁拍谁，我下去游戏。他去一楼了。奈斯了，奈斯不在呢。奈斯，砰砰，奈斯砰砰。别开好。啊，有吧？不行吧？撞了，不行啦。奈斯来了，奈斯来了，奈斯来了。有，掉了五一个。我怎么跑去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没体力了。哇，怕！你是不是没 buff 啊？哦，对，没有。好，帮你吃。啊！哇！截取，秒杀！我要去拿长枪了。好。每次都这样。抽他！中两次啊！自己去扫到陷阱，被抓。哦。啊！为什么？怎么恐怖啊！不要低下。我被他打下，打完第一下之后，耐力就直接清空了、欸。这么痛哦、啊！不是我在开那个、啊，那个绝对防御。见鬼了！今天我要经常穿转身的啦。没有来了。赶紧进来吧！哦，还在不想争夺。哦，瞬间红眼呢。三下，哇！雷二又出现了。